欢迎来到舞台动力实验室，现在请看示范。前点，后点，右点，左点，斜前方点，斜左前方点，斜后方点，然后再来是右转，左转跟右转。好，整个动作再做一次，谢谢。快一点哈。前点，后点，右左起，右点，斜前方点，斜右方点，斜后方点，然后左转，右转。好，然后恢复原位。好，看一下手上的遥控器，照个光。好，谢谢。把载货火车引到支线轨道上，问题在于支线轨道上有五名工人，他们正在修复铁轨。如果您让火车改道，那么就会杀害那五名工人，但是可以拯救数百名乘客。1976年，美国法哲学家朱蒂斯·汤普森提出了一个扩充讨论版本：载货火车还是一样有驾驶室，但这时。能转车器可以让您转换火车轨道。身为旁观者，这时您站在桥上观看事件发生，但您身边飙起大喊：“如果他从桥上掉下去，刚好会落在铁轨上，虽然他会被火车碾过，但他庞大的身体却可以让火车停下来。只是男人太高太壮，您无法把他推到桥下，您必须先杀了他。”例如找把刀做掉它，然后才能把它丢下去，这样您才能拯救。